Hello， 大家好。咁今日准备咗一隻 Goodie Goldman Radius 嘅1200米深潜机械表俾大家，准备荼毒下大家嘅。因为下个月就父亲节啦，咁无论你系要送爹哋又好，送俾老公又好，又或者送俾自己又好啦，系啦，咁你都要准备啲礼物噶嘛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就俾翻啲推介大家睇下嘅。喺开始介绍之前，多谢大家一直收睇我嘅 channel 啦。咁呢个系香港粤语专业手表频道。咁中意手表嘅你咧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揿埋个钟仔，咁咧就可以收到最新嘅手表资讯啦。咁呢款 Goodie Goldman 1200米嘅深潜机械表咧，咁个取材咧就系嚟自于纽西兰一个1200米海底深处咧，有一个火山叫做 Brothers Volcano 嘅海底火山，作为呢个设计嘅概念嘅。咁大家可以睇到佢呢个护桥咧。咁啊，設計本身都已經真係成座火山咁樣噶啦，係幾有型噶。咁當然啦，成個手錶錶殼嘅外形咧，可能有一啲好資深嘅錶迷咧，有機會會知道佢係致敬邊一隻經典嘅手錶設計嘅。咁如果你知嘅話，可以喺下面留言區講下俾大家聽啦。官方建議零售價咧就3170元。咁當然啦，我哋會有翻個父親節優惠俾大家嘅。咁快啲 WhatsApp 我哋客服問下啦。呢隻手錶咧就真係成隻設計非常之獨特啦，又有型啦，同埋咧佢個取材咧非常之足嘅，咁啊攞上手咧真係實的的好重手下嘅。咁啊講翻個手錶嘅規格啦，咁會係藍寶石水晶玻璃鏡，咁陶瓷製製嘅一個旋轉外圈啦，咁啊俾大家睇下擰呢個外圈嘅時候個效果係點啦。OK 噶，聽啲聲都知道好清楚啦，係咪先？咁成隻手錶嘅質感咧非常之強咧，因為源自於咧佢全隻都係用呢個 316L 嘅晶鋼去製造啦。咁其實淨係個錶身咧，淨係呢個直徑咧都已經有47mm 噶啦。如果連埋呢個護橋加呢個排氣閥裝置咧，其實已經係講緊有50mm 好大隻噶啦。咁可能有啲好熟手錶一啲規格嘅朋友都知道啦，如果要做到1200米嘅深潛嘅話咧，如果用藍寶石錶鏡嘅話咧，真係一啲都唔簡單，要用一塊非常之厚嘅藍寶石鏡嘅。咁淨係呢塊藍寶石鏡咧，都講緊係要成48mm 厚嘅一塊藍寶石水晶玻璃鏡喎。哇！真係其實淨係塊玻璃鏡啊，都講緊個成本非常之重皮啦。嗱，咁頭先咧都講到側邊會有一個排氣閥門啦，咁呢度會係喺個不鏽鋼上面咧鑄刻咗1200米嘅標識，咁話俾人聽呢隻真係一隻真真正正嘅深潛手錶啦。咁呢個排氣閥咧就有別於你哋所認知啦，咁唔係話直接喺個外殼上面設計咗，而係另外加裝上去嘅一個感覺啊，成支煙通咁樣啊。咁當然啦，實用性嘅話，咁大家就應該好少會落到咁深個水噶啦，咁當然啦，講得1200米深潛，如果落到咁深水嘅話，就黑麻麻一片啦。所以夜光方面咧都不容忽視嘅喎，即刻同大家睇睇。咁可以見到啦，黑度同埋指針咧都係一個好靚嘅藍色夜光。咁嗰個旋轉外圈上面12字位咧都會有翻一個綠色嘅夜光珠。咁啊，當然喺水深嘅時候就容易去睇到嗰個黑度究竟去到邊度啦。而錶盤設計咧，亦都相當之有心思嘅，因為呢個咧可能而家個光線問題啦，並唔係一個全藍色嘅錶面嚟噶，其實係一個漸變煙燻效果嘅一個藍色錶面，外邊咧會有啲黑色嘅效果嘅。咁另外咧就會係一支橙色嘅秒針啦。咁如果普通一般情況讀時嘅話，咁啊非常之清晰啦。咁啊都會用翻一個雪花針啦、斧頭針嘅設計。咁啊，當然大家都睇到啦，佢呢一隻手錶咧，亦都會係一隻將個霸的咧 set 咗喺9字位，即係我哋俗稱叫左手款嘅一個設計啦。而呢個設計咧，佢仲要係好特別嘅喎，除咗擺喺左手之外咧，佢呢個霸管咧，仲要係一個特殊嘅設計嚟嘅。佢係叫做一個內中心螺絲牙管設計啊，咁有別於一般你哋所見到嘅一個鎖霸的嘅。咁可能俾大家睇睇啦。其實真係好緊，上鎖一定要上得實，咁先至可以防水噶嘛。係啊，即係好多
客人曾經都是上不緊而入了水啦，大家可能多不少都有可能經歷過這些情況。其實可以見到啦，它這裡開了之後呢，其實是見不到一些螺絲的瓦位的，因為它會將那個螺絲瓦設置在裡面，那就沒那麼易去磨損啦，還有是擰的時候呢其實都會相當之容易的，可能都給大家看看啦。其實呢它這個設計呢是可以令到你很容易就可以對準啲瓦位，然之後就鎖返佢。因為其實一直以嚟呢都好多一啲客人啦上呢個鎖把的嘅時候呢，可能真係未對準啲瓦位就擰落去呢，以為自己上咗。咁之後呢就對到啲瓦位唔準呢，其實可能佢仲有一兩個圈未上好，而佢哋唔知道。咁其實你未上實嗰個鎖把的，就當然係有機會入水啦，即係好似一支汽水你未扭緊個蓋就梗係會漏啦，係咪先？咁當然去到內涵啦，咁內涵啊當然大家玩機械錶就應該係好關心啦，究竟呢個係一個咩機芯呢？咁呢隻手錶呢就會係用咗日本 SII NH35， 即係精工機芯啊。咁其實呢就有一隻全自動機械錶啦，咁係咩意思呢？咁即係等同大家所認知嘅精工 4R35 嘅機芯嗰個級數啦。咁最後睇埋個錶帶呢，就會係用咗一個好厚身好柔軟嘅一個黑色直膠帶啦。咁呢啲錶帶呢雖然可能你都見到係吸塵嘅，但係呢其實戴上手呢係非常之舒服嘅，佢呢隻膠帶。咁同埋呢佢呢個牌子呢都會係為咗亞洲人設計啦，咁就唔會 set 到條膠帶好長好長，有好長條尾喺度。咁所以呢如果你嘅手腕相對嗰個手腕個直徑係冇咁粗嘅話呢，其實都係好啱你哋戴嘅，唔會話飛咗好長條尾出嚟。咁同埋都會見到呢佢呢個錶扣呢都有一個潛水艇喺度，咁成隻手錶呢個海洋感係十足嘅。咁啊當然啦，1200米深潛嘅手錶係冇可能做呢個透底蓋啦，咁啊唔好意思啦，如果大家想睇機芯嘅話，就呢隻就幫你唔到啦，係啦。咁最後呢都戴上手俾大家睇睇個實際嘅效果啦。說時遲那時快，已經係戴咗啦，係啦。咁其實呢我隻手呢就應該係一般人嘅手腕嚟嘅，即係差唔多成 50mm 嘅直徑呢，但是我自問都叫 carry 到，同埋真係好有型，型得好緊要呢隻。咁所以呢送爹哋、送老公、送自己都非常之適合嘅。如果對我哋影片中嘅手錶有興趣嘅話呢，可以 WhatsApp 我哋客服，或者去我哋嘅國門市查詢，會畀返我開心嘅答案你㗎。咁今集就去到呢度先，產品詳情呢可以留意返下面嘅 description。最後再提提大家，記得點讚、訂閱、撳鐘仔，手錶資訊免費睇，下集見，拜拜。